你收看的频道是牛奶大师师师师台。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阿师。OK， 我们要继续游玩去月球这款游戏啦。然后我们来到了类似宴会的感觉。没人可以讲话。这个一瓶腌制的，我看见奶酪，不过老鼠去了哪？如果是谷物酿成某种饮品，我估计你会一整树都耗在这里。你不觉得这是最简单的标志吗？哦，能顿顿的，老旧的变身战士小说。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吗？我的意思是，我们现在已经结婚了，没什么不同。为什么这么问？你觉得呢？事实上，我想有些不同。有什么不一样的？我想是责任感吧。责任感？你喜欢安雅这个名字吗？你愿意叫她安雅吗？做他的名字，再美妙不过了。跟我来。我会摔跤的，别怕，跟上我的节奏，没问题的。哦，天哪！我想你踩着我了，真抱歉。来吧，咱们再试一次。之后，始终忠爱他，真心啊！无论贫贱、贫富、疾病、年老，始终忠于他，至死不渝。我愿意，新娘，你是否愿意接受面前这个男子与他结为和好的夫妻，并承诺从今之后始终爱他、珍惜他，无论贫富贵贱、疾病年老。始终忠于他，至死不渝。是的，现在
我以上帝的名义宣布他们正式结为夫妇。女士们，先生们，让我正式向你们介绍怀尔斯夫妇吧。竟然是婚礼。当然，要不你以为是什么？我只是不喜欢婚礼而已，又怎么回事？我眼中总是充满了某种异点。我倒真不知道你竟然如此多愁善感。我说我眼中吗？我想表达其实是嘴来着，而且我说的异体其实是混杂的固体了。那还是真是可爱的画面啊！多谢啊，银儿。来吧，咱们得尽快找出离开这里的路子。这些快乐也让你感到不舒服吗？哼，不，我只是不愿意看到他人犯错。切，你所信奉的不是把握此刻吗？我还差两颗耶，另外两颗在哪里？我穿过他们。我最好看一下你阿姨在干嘛。好的，请告诉她感谢她的光临。我会的，我是多么的为你而自豪，乔伊。乔伊，那是我祖父的名字，在我出生之前他都去世了，妈妈把他的名字作为我的小名。你怎能不把这事告诉我呢？因为我还是比较喜欢你叫我约翰。一个缺少的祖父母关爱的童年，这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我是说，你确定要说更多关于你祖父母的事情？什么？我不会。随便你。笔记小一。OK， 就是这个备忘录是记录一下他当时他们讲的话是讲什么而已，没什么意思。我发现我最近电脑顿顿的，不知道会影响到录影的画面。可是我没开什么东西就开始顿。重要，快点，我们要迟到了。等等，那只是一只兔子。这就是那些折纸兔子的原型。为什么它会沉迷于这些公路上死去的动物？更不用说多年以后的它。别问我，你是女人，你应该更清楚。如果你去跳无绳蹦极跳的话，那我是唯一一个女人。为什么会有折纸兔子？还是不知道为什么？对，还没有明白为何。好，所以我们靠这个连结应该可以看到为什么。这简单多了。
你要知道，这场用被碾死动物的尸体作为记忆碎片导入的婚礼，绝对没妙极啊！嘿，或许他把这味道看作那场糟糕婚礼的隐喻。于是数年后，他开始叠那些兔子，因为他回忆起这场糟糕透顶的婚礼，或者你懂得某些类似的回忆。这故事编得真棒，尼尔。啊，你出去了。真可怜，今天怎么那么多动物被碾死？拜托，别这样盯着我。这种农场的气息，还有被碾死动物的湿透。你关上气味模拟器，或者赶紧离开。我怎么了？走走走走走。OK， 好了。我们被撞到，我们应该不会被撞到吧？吓我跳！好啦，我这集就到这结束了。那喜欢频道，欢迎到我频道左下方的图片按个订阅，也到红色小红框框按个订阅，旁边的铃铛记得打开。那也欢迎到我粉丝按着那个赞，以中最新消息。那谢谢大家这集的收看，那我会喜欢这款去月球这款游戏咯。谢谢大家这集收看，拜拜。